噔噔噔噔噔，我跟你们一样期待很久了，要不是我很忙，忙着写书，我早就来实况了，早就直播了，啊，终于来了。所以你们还不买，还不买，还不买吗？各位，买一下啦，买一下。为了那一本书，我放弃很多东西耶，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好了，不要废话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晚安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嗯，晚安，各位，欢迎你们大驾光临，好不好？嗯。这里是无人岛遗迹计划的手续办理柜台。我们是豆梨什么都 no call 遗迹计划想岛梨梨梨梨豆梨和梨梨耶、欸。我们也会与客人一起前往岛上，为各位提供生活上的协助，以后请多指教，各位多指教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接下来进行移居无人岛的准备，确认资料，告诉我你的姓名及生日，请告诉我。我的姓名武秋风啊，武秋风，武秋风，嗯，你的名字已被使用哦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这回事。怎么接下来？我想说，我又不是玩其他版本，拍张照片可以整理仪容，现在就是要选照片嘛，是不是？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哦，我是男生，然后可以扮成我喜欢的样子。那就这样，好不好？确定 ？OK 的。我的那个珊瑚礁死掉的珊瑚礁点在头上，拍得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就用这张照片帮你登记吧。接下来我们商量一下，移居到什么岛上吧。首先，特色是要让客人在四季交替的环境中体验四季的变化，南半球、北半球还备有岛屿。展开新生活哦，好，推荐推荐哦。对了，你要住在哪里呢？日本以外。诶，原来你不在住在日本啊，大概是在哪个地区呢？亚洲。哦，还可以选地方哦。看你中文这么好，该不会是住在那边吧？总之这样的话，武秋风跟亚洲一样的北半球怎么样？哦，好，明白了。那么北半球的无人岛中吧，你要移居的岛屿。顺便一提，不管哪个岛，无人岛就是无人岛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只要形状选岛的形状就可以了，喜欢的一个岛吧。哦，我们来选哦。哦，这就是岛的形状哦。啊，随便啦，这个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就这样了。看起来都正方形的，有没有？好好好，我们开始新舞台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只能带一样东西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我要带我老婆啊。啊？带没有老婆、哦？好嘲讽哦，带我老婆去啊。打发时间的东西啦，得我一个手机啊！哎、欸，等下手机到那边好像也没有讯号，也没有办法带 Switch 去啦，好不好？刚才我只是好奇问的，毕竟说到无人岛，一定会想问这个问题吗？好了，结束了，我们要去了，我们终于啊，终于可以去了无人岛移居计划。事隔这么久，为了写书，好不好？我写完书，我可以去无人岛探险了。刚好登机了，出发吧。各位晚安啊！等一下不会说什么那个
飞机失事，这是另外一款游戏哦。无人岛物语是另外一款游戏哦。概念影片，哎、欸，有动画开始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动画吧。有吧？应该有吧。啊，喝着饮料看动画。哇，这个蚕也太真实了吧，有点恶心。所以这些动物都会等一下都会出现哦。我们来了耶！集合啦，动物森友会。这就是我的岛，他们的套餐就是这样。他不会是直接把我丢下来吧？没有没有。耶、yeah, ，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长这样？我真的长这样哦。等一下，自己被自己实际看到，还是吓到了，有没有？我长这样，长途旅行辛苦了。又开始哦，好好好，来吧。哦，无人岛是没有人，可是有一堆动物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懂了，请跟着走吧。好好好，我们懂。我真的被我自己设计的外观吓到，想说那也麦克安内了。冲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怎么样啊？各位小狸猫们，豆狸，点个名。什么？他叫帕塔基，帕塔基，大肠，大肠精的大肠，武秋风。大肠，好到齐。这次三个参加者，毕竟套餐计划，哎、欸，还有紫色的吗？我忘记了，搞不好有。对不起，我刚刚选的真的超随意的。找自己睡觉的地方，造出气派的房子。我们准备了帐篷，拿取帐篷，在喜欢的地方搭建起来吧。哎呦，可以开始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拿帐篷，找你拿吗？来，这是五九分的帐篷。哎呦，喜欢哦，按叉叉就可以在帐篷里面了。帐篷搭建需要一定空间，要不要确定吗？就先试着搭，撑开来看看吧。还有我还有这座岛的地图交给你了，他也交给我了，好了，太棒了。按地图指示回到这，那么路上小心哦。就这样，搭好了帐篷，来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去搭帐篷。哇，现在就叫我搭帐篷，哇，感觉怪怪的哎。好了，那就搭在这好了啦。按什么？他说按叉叉吗？啊，帐篷搭在这里，好随便哦。要在这搭帐篷吗？好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太快决定了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，搭好自己的帐篷，我已经搭好帐篷了，各位。在大白天的时候把帐篷搭好了，可以回来了。就哎、欸，他是火影跑法哎、欸，有没有？火影忍者都是这样跑的。火影跑法，咻咻咻咻，火影跑法，咻咻咻咻咻，好。啊，五秋风，你已经搭好帐篷了吗？被你发现，我已经搭好帐篷了。
对，我搭好了。我在想他们应该在找适合的地点，干等无聊，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忙。啊，我还要帮人家搭帐篷哦！我天哪，我的火影跑法，去帮他们搭帐篷。他们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帐篷就随便搭，就搭起来啦。我叫做今后多指教胡渣。什么叫胡渣？你已经搭好帐篷了吗？我打算把帐篷装在这里，感受自然的地方，锻炼身心。你觉得呢？再慢慢考虑吧，我帮你找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帮我找一个好地方吗？我们刚认识你，真是一个好家伙啊，武秋风。我的性命就交给你了。哎呦，他把帐篷给我了、欸。这是我的帐篷，帮我当在不错的地方就行了。总之，我会一边幻想新生活，一边在广场上等你回来的胡渣。我抢了别人的帐篷，我帮你用火影跑法，有没有？火影跑法，帮你搭在海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大长的帐篷搭在这里，好。哎、欸，离斜坡太近不能搭，可恶。就决定是这里了，不用考虑哦。哎、欸，大长的帐篷决定好了，它离水边最近了，有没有？命真好，命太好了。来，我的火影跑法，我再去找另外一间。哎、欸，叫鸡的嘞，哦，在这叫鸡的。哦，啪嗒鸡。我是武秋风，我叫啪嗒鸡。太太，他们为什么不是啪嗒鸡，应该叫啪嗒啪嗒？大肠应该要叫大大或叫长长，怎么会叫什么胡渣？这个地方看不出啊，很好很好啦，不需要啦，就在这附近好了。武秋风，你觉得呢？好像不错啦，你赶快盖下去了啦，烦死了。你要搭帐篷还要问过我，问你的身体啦。太太，好像不错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就我的了。好，你去搭，你去搭。你要叫啪嗒啦，不要叫太太啦。另外一位大肠呢？你这个人也太好了吧！一开始很不安呢、欸，我看到你的脸，我也很不安呢、欸。放心了，其他人可能这样，我们一起去广场吧，太太。好了，有喽，欢迎回来临。找到地点了吗？总之住下来，有什么不便的话就找我商量喽。好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顺利找到睡的地方了。萤火大会，就地取材。我想想有了，那么就分工吧。哎，我被排挤了。他们四个留在这里准备场地。我要开始去捡木材了。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我被排挤了。我被排挤了。好了，武秋风，那么捡一些生火用的细树枝回来吧。我已经收集好一些，再捡十根，捡起来喽。结一些什么果子回来？我要顺便捡果实吗？我被排挤了，我被排挤了，我被排挤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怎么都摘一些草啊？我被排挤了，被排挤了，他们排挤我，我不开心。哎哎哎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拔到早草的话还是先留着比较好，之后交给我们就会用钱买下来了。哦哦，所以杂草还是有用的，杂草可以卖钱呢。哦，武秋风，看来你顺利收集到树枝喽。比我想象多的还要多，我就多捡一个。这次我们要用，留着下次用吧。我还要再养，还要再那个、哦。那我们收下咯。哦，来，
不愧是一心想要移居到无人岛上的人。接下来找食物，调查树上果实，看起来有桃子，对，货真价实的桃子，按人数收集6个桃子，也许说明也有些多余，看到桃子按 A 就可以把它拔下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再走一趟吧，我们去拔果实哦，按 A 拔下来。我不知不觉这个树好像有点猥亵，是我的思想太猥亵吗？还是这个树有点猥亵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抱怨过这一棵树很猥亵吧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有同样的想法，应该不止我一个人。好啊，哎呀，桃子，等你桃子。哎呦，你要六颗就六颗屁股桃。拿着屁股桃。好嘞 ，Harry， 准备 Harry。哎呦，萤火晚会，啊，只吃桃子的萤火晚会哦，太惨了吧？我们可以吃狸猫肉之类的，只有桃子吃。啊、拍手拍手拍手，今天吃烤鸡啊，烤全牛怎么样？我曾经做过很多地方的从事不动产行业，还好不是非法行业，非法人口卖淫有没有？对了，由我们先到岛上的居民来为这个岛取名字吧，选出多数票选那一个。哎，去岛的时间来了，乌帕岛。好了，确定，就叫乌帕好不好？就这样吧。差不多，想好了哩。那么大家一起说出名字哩！欧巴欧巴欧巴，野外肌肉。大家的异同都很不错呢，叫肌肉岛，叫大鸡鸡岛好不好？要选哪一个呢？拍手。独特的由吴秋风开始吧，名字是 U 佩来了，乌胖。哎，通过了。哎，就这样哦。果然我们取的就对了嘛。其实你取的那个大吉吉我也蛮喜欢的。那么武秋风，这座乌帕岛的取名人呢？这种大决定都会找武秋风商量一下。乌帕岛的岛民代表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快拍手！你既然成为岛民代表，就可以请大家打声招呼吗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。好，终于决定好了，虽然已经很晚了，我们还是干杯吧。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你们藏在哪里的？那么，祝乌帕岛的各位开心快乐，干杯！如果之后大家想看，就到直播频道，对，那个不定时开台，因为不是我要固定开台，固定开台只会拿到固定的东西而已，所以不定时开台好不好？就这样子了。谢谢大家，拜拜咯。